同学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外汇操作实务课程，我是主讲老师陈香如，现在就开始第一单元钞票的小故事。在上个讲次，我们曾经聊过新巴威的钞票，还记得吗？有登上今世世界纪录的钞票，它的面额是一百兆元，正面的图案是有名的三块平衡石。 今天我们要来聊聊的是另外一个古文明的国家——埃及。埃及的位置在非洲的上端，它的金字塔、人面狮身像、法老王、埃及艳后等等，几乎是无人不知、无人不晓。因为是文明古国，所以古迹名胜非常的多，是很有特色的观光旅游地点。这些特色我们都可以在埃及的钞票上面看到哦。 接下来，我们就跟着庄明国老师的非洲钞票故事馆的介绍，一一窥究竟吧。首先，埃及钞票的特色，正面大部分都是阿拉伯伊斯兰文明的清真寺，背面则是古埃及法老文明的象征，可以明显的发现深刻影响埃及的两种文明。我们先来看看正面的部分。 第一张是一块钱的埃及镑，正面是苏丹卡特帕清真寺，它是在旧世界七旗之一的亚历山大灯塔的原址建造的，而且用的就是因为地震全毁的灯塔它的石块盖的哦。第二张是五块钱的埃及镑，正面是一本土伦清真寺，这是埃及现存最古老的清真寺。 这间清真寺有六座尖塔，北面有很罕见的螺旋状楼梯，这是埃及唯一外建螺旋状楼梯的尖塔。爬上去之后，可以看到清真寺的全景。第三张是十块钱的埃及镑，正面是立法一清真寺，是埃及末代国王法鲁克盖的，里面就有他的陵墓。 甚至连流亡埃及的前伊朗国王巴勒维也葬在这里。第四章是二十块钱的埃及镑，正面是穆罕默德阿里清真寺，有一个巨大的拱顶和两座尖塔，这、就是埃及其他清真寺所没有的。外墙用了雪花石瓷砖镶嵌，也被称为雪花石清真寺。 第五张是五十块钱的埃及镑，正面是阿布胡拉贝清真寺，这是一间建筑结构严整、比较素洁、直朴的清真寺。第六张是一百块钱的埃及镑，正面是苏丹哈桑清真寺，它建于十四世纪，里面有大理石的祈祷殿坛，还有许多象牙和金银制的雕饰，非常的富丽堂皇。 它的尖塔快八十公尺高，底座是方形，柱身是八角形的，十分特别。第七张是两百块钱的埃及镑，正面是昆尼贝清真寺，建于一五零三年，造型也非常美丽特别。这些清真寺都是位于开罗老城区里面，这里有最多的清真寺。 所以又被称为千塔之城。大家去开罗旅游的时候，可以按着钞票，哦，寻访各个清真寺。接下来，我们来看看钞票的背面，有关古埃及法老文明的种种象征吧。首先，第一张是一块钱埃及镑，图案是阿布辛贝大神殿的正面，那是座拉姆西斯二世的坐像。 座高有二十公尺，在一九七九年就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了。第二张是五块钱的图案，是古埃及国王文字浮雕。古埃及象形文字是相当繁难的，随着古埃及的灭亡，它还曾经被人完全的遗忘。下排有工匠和农夫勤奋工作的样子，意思就是尼罗河带来了丰硕的大地。 第三张十块钱的背面是埃及第二大金字塔的墓主哈夫拉法老的头像。古埃及人认为法老王是神的化身，具有绝对的权威。第四张是二十块钱的埃及镑，图案是塞索特里斯一世，他常常出征。 我们可以看到图片上就是他搭乘二轮马车的征战英姿。第五张是五十块钱的埃及镑，图案是荷鲁斯神殿，这是埃及第二大神殿，主要献给正义的化身阴神荷鲁斯。票面的左边有一艘古代的太阳神船。第六张是一百块钱的埃及镑。 图案是大家熟悉的人面狮身像，斯芬克斯，高二十公尺，大约是西元前二六一一年建的。斯芬克斯在当时是作为太阳神的代表，也是帝国权威的象征。第七张是两百块钱的埃及镑，图案是有名的石灰石雕像，叫做书记官坐像。 盘腿而坐，腿上放了直草卷，手握着芦苇笔。这座雕像呢，目前珍藏在巴黎的罗浮宫。大家有没有觉得漏了什么重要的人物？没错，就是埃及艳后。这是被称为最美丽的王后，这个绝代美人，她活得很短，不到三十岁就死了。死后，古埃及人帮她做了一个雕像。 这个雕像现在放在柏林博物馆。如果钞票少了它，不是很可惜吗？其实我们可以发现，二零零六年发行的五块钱钞票上面就有它的身影。特别注意，这个五块钱跟我们前面说过的五块钱埃及镑，它的价值相差一百倍。我们检查一下钞票的背面，五这个数字是有的。 但是货币的名称是皮亚斯特，英文是用 pi 开头的。但是前面讲的埃及镑呢，它是 po 开头的。一个埃及镑相当于一百个皮亚斯特。听说有些不肖的埃及商人会用鱼目混珠的方式，把皮亚斯特当做埃及镑找钱给观光客。如果你没有发现，那就亏大了。 今天我们有三个单元目标：第一个，了解什么叫做基本汇率；第二个，学习如何计算交叉汇率；第三个，了解按照使使用时机的不同来分，汇率可以分为哪五种。世界上的货币种类琳琅满目，如果要针对每一种货币都定新台币跟它们之间的汇率的话，是不必要的，也做不到。 这个时候只需要选择一种跟台湾的经济关系最密切的，而且是国际间普遍接受的特定货币就可以了。这个汇率我们就称它为基本汇率。至于其他的外币，用这个基本汇率来算就可以了。大家知道台湾的基本汇率是台币跟哪一种货币之间的汇率吗？答对了，就是美金。 美金的汇率，我们可以从外汇市场当中抓到成交汇率，这就是我们这边讲的基本汇率。接下来，我们进入第二个单元，也是今天的重头戏——交叉汇率的部分。交叉汇率是利用基本汇率跟其他的外币的汇率来算的。交叉汇率又叫做套算汇率。 因为我们的基本汇率指的是美金的汇率，所以我们还要抓一个国际的外汇市场的美元汇率，这样子就可以互相消掉美金，啊，得到外币的汇率，也就是所谓的交叉汇率。在消除的时候，有可能是用乘的，也有可能是用除的。我们先来试试看，不考虑双向报价的情况下。 我们分为三种状况，来看看交叉汇率是怎么被算出来的。第一种状况，共同货币在两组已知的汇率当中都是被报价货币。这种状况只会产生在直接报价的市场当中，像台湾就是这种。我们的基本汇率是美金的汇率，共用货币指的就是美金。 所以美金是我们的被报价货币，这时候用我们的基本汇率除以国际美元汇率，就可以算出来了。我们来试试看课本的例题。例题一，手上有两种汇率，都是美金当做被报价货币的，要算的交叉汇率是人民币的汇率。做法是，国内的美元汇率三一点四八八。 除以国外的美元汇率六点六六三一，就可以算出来人民币的交叉汇率。再来例题二，手上的两个汇率也都是用美元当作被报价货币，要算的是韩元的交叉汇率。做法是把国内的美元汇率除以国外的美元汇率，就可以算出韩元的交叉汇率等于。 零点零二八四零三，这里的相除并不一定要用大的数字除以小的数字，重点是要用国内的汇率除以国外的汇率。再来试试看第二种情况，如果共用汇率在两组已知的汇率当中都是报价货币，这种情况只会产生在间接报价的市场当中。 我们用澳洲为例，基本汇率也是美金汇率，所以共用货币就是美金。这种算法跟刚刚是一样的，都是用国内的基本汇率除以国外的汇率就可以了。我们来看看课本的例题。例题三手上的两个已知汇率，可以看到美金都是报价货币。 我们要算的是英镑的交叉汇率，做法是用国内的美元汇率除以国外的美元汇率，就可以顺利的算出来英镑的交叉汇率。再来例题四，手上的已知汇率当中，美金都是报价货币，我们要算的是纽西兰币的交叉汇率，做法是用国内的美元汇率。 除以国外的美元汇率，就可以算出来纽西兰币的交叉汇率等于一点零七零七。当已知的两个汇率当中，共同货币都是被报价货币，或者都是报价货币，这种交叉汇率要用相除的方式来计算，用国内的汇率除以国外的汇率。 最后第三种状况，共同货币在两组已知的汇率当中，一个是被报价币别，一个是报价币别。这种情形在直接报价的国家或间接报价的国家都可能发生。这时候的算法是用相乘的方式进行。我们一样来看课本的例题，首先例题五的部分。 我们用台湾当做例子，已知的汇率当中，可以看到美金在国内是报被报价货币，在国外是报价货币。这时候我们想算的是英镑的交叉汇率，做法就是国内的美元汇率乘上国外的美元汇率，就可以顺利算出来英镑的交叉汇率。接下来例题六。 我们用澳洲来当作例子，在已知的两个汇率当中，美元在国内是报价货币，在国外是被报价货币。要计算的是加拿大币的交叉汇率，我们的做法是用国内的美元汇率乘上国外的美元汇率，就可以算出加拿大的交叉汇率是一点零零三七。 当已知的两个汇率当中，我们的共用货币一个是被报价货币，一个是报价货币，那我们要算交叉汇率，就要用相乘的方式。我们把例题一到例题六做个汇总，不管是直接报价法的国家，或者是间接报价法的国家，计算交叉汇率的时候，都可以是用课本的表二之三。3, 所归纳出来的原则表二之三，3, 把交叉汇率的计算分成两种状况来讨论。一个是，在已知的两个汇率当中，共用货币的位置都是一样的，都一样是被报价货币，或者都一样是报价货币。这种状况，我们要用国内的基本汇率除以国外的汇率来计算交叉汇率。 第二种是共同货币在两个已知的汇率当中，它位置是不一样的。这时候我们就要用国内的跟国外的汇率相乘的方式来计算交叉汇率。如果考量真实世界当中，我们的汇率报价其实是用双向报价的，那这时候我们的算法该怎么做呢？ 一样分三种状况来讨论。第一种，共用货币在两组已知的汇率当中，都是当做被报价货币。课本的例题七就是这样的例子。它的共用货币是美金，在已知的汇率当中，我们可以看到美金都是被报价货币。这时候 只要用国内的汇率除以国外的汇率就可以了，但是用的是买入汇率呢，还是卖出汇率呢？真是个问题呀、啊！记得我们曾经提过，买入汇率永远永远是小于卖出汇率的，所以在这个情况下，我们算交叉汇率的买入汇率，就要让它尽量的小。 卖出汇率就要让它尽量的大，这样子一切问题就解决了。也就是我们呢，在算交叉汇率的买入汇率的时候，要用国内小的数字除以国外大的数字。同样的道理，让大的数字除以小的数字，就可以算出交叉汇率的卖出汇率了。我们立刻拿例题七来试试看。 首先，我们检查出来，美元这个共用汇率在两组汇率当中都是扮演被报价货币的角色，那就可以用国内除以国外的汇率来算交叉汇率。再来，我们发现，在算交叉汇率的买入汇率的时候，要尽量的小，所以我们用国内小的数字。 除以国外大的数字来算，得到四点七二五。那要算卖出汇率的时候，要尽量的大，所以我们用大的国内数字除以小的国外数字，得到四点七二七二，这是卖出汇率。这样的做法很简单吧？再来，我们试试第二种状况，共用汇率在两组汇率当中。 都是报价货币。在前面我们说过，这种方式它也是用相除的。我们相除的话呢，就要用小的除以大的，才能够尽量的小。这是买入汇率的部分。如果用大的除以小的，会尽量的大。这就是卖出汇率的部分。我们试试看例题八。 例题八是用间接报价的澳洲为例，因为美金在这两个汇率当中都是报价货币，所以要用相除的方式计算。这时候买入汇率尽量的小，所以我们用小的国内汇率除以大的国外汇率，也就算出来零点五八四三七的交叉汇率买入汇率。 卖出汇率的部分要尽量的大，所以我们用大的国内汇率除以小的国外汇率，得到零点五八四九这个卖出汇率。检查一下买入汇率有没有小于卖出汇率，这才是正确的。最后第三种状况，共用货币在两组已知的汇率当中扮演的角色不同。 因为我们的交叉汇率要用相乘的方式来计算，所以买入汇率要尽量的小，所以我们用小的乘以小的汇率；卖出汇率要尽量的大，我们用大的乘以大的汇率。这样子的例子在例题九可以发现。例题九是计算国内英镑的交叉汇率，我们可以发现。 美元是共用货币，它在两个汇率当中，一个是被报价币别，一个是报价货币。这时候我们要用相乘的方式来算交叉汇率。首先，买入汇率的部分尽量的小，所以不管是国内汇率或者是国外汇率，都要选小的那个数字来相乘，算出四一点零九八。 卖出汇率的部分要尽量的大，所以选了大的国内汇率乘以大的国外汇率，得到四一点一四三。当然，最后还是要检查买入汇率要小于卖出汇率才行。加上双向报价条件之后，我们发现交叉汇率的计算还是很简单。 只要记得什么时候相乘，什么时候要用除的，然后记得算出来的数字一定要买入汇率小于卖出汇率，这样子就可以了。所以相乘的时候，应该要选小的乘以小的当买入汇率，大的乘以大的当卖出汇率，这样就没问题。相除的时候，要用小的除以大的当做买入汇率。 大的除以小的，当做卖出汇率，这样子买入汇率才能够永远小于卖出汇率。大家记得了吗？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三单元，要来聊一聊最后一种外汇汇率的分类，是按照使用时机的不同来分的。在漫长的国际贸易流程当中，厂商会遇到许多的时刻。 都需要使用汇率。如果依照使用时机来分，总共有五种汇率，包括报价汇率、契约汇率、报关汇率、结汇汇率，还有会计期末汇率。首先，在贸易商哦经过市场调查确认对手进入询价报价的阶段，贸易商必须要决定出它的价格。 价格必须是在既定的成本跟收入目标下决定出来的，所以我们需要先设算一个汇率，让我们可以估出成本跟收入。这时候，这个设算的汇率就叫做报价汇率。这个报价汇率呢，只是厂商自己假设的哦。如果汇率设得太低的话，商品的价格会定的过高。 这时候，我们的出口竞争力就会大幅的下降，根本做不成生意。如果我们的汇率定得太高，那就会导致商品价格定得太低。虽然可以接到很多的订单，但是到时候的外汇收入会产生相当大的汇损，可能会吃掉所有的利润，甚至转盈为亏。这一定要小心。 第二种是契约汇率，就是订立契约那一天的市场汇率，在会计上要求我们应该以交易发生日的汇率来记账。对于出进口商，订立契约那一天就是交易发生日，所以它的销货跟进货科目都应该用契约汇率来入账。在双向报价的情况下。 出口商的销货收入应该要选择买入汇率来计算，进口商的进货成本则是要用卖出汇率来入账。第三种汇率是发生在出进口报关的时候，出口商要填出口报单，进口商要填进口报单，上面需要把外币的价格换算成新台币，当做课税基础。 规定是要用财政部关税署所公告的汇率，这也就是一般所称的报关汇率。第四种汇率是结汇汇率，进出口商它的外币资产跟外币负债收付实现或结清那天的市场汇率，就叫做结汇汇率。第五种汇率是会计期末汇率。 到了期末，我们的资产负债表要正确的衡量，所以用当天的市场汇率，也就是会计期末的汇率来表达。最后，我们用个实例，把这五种汇率串联在一起。假设三月一号，出口商接到国外客户的询价，我们立刻假设出一个报价汇率，顺利完成报价的动作。 到了六月一号，贸易契约终于谈成了，我们就有契约汇率。出口商用这一天的买入汇率来计算自己的销货收入金额。九月一号，出口商准备好出口通关事宜，在查询了每旬的报关汇率之后，就可以抓取其中的买入汇率，填入出口报单当中，算出正确的税费金额。 很快到了年底，为了要编制正确的资产负债表，我们能够使用年底的买入汇率来看它的应收账款正确的金额。终于，我们到了隔年的二月一号，出口商终于收到了他的货款，当天的汇率就是所谓的结汇汇率。 出口商他当天呢，应该用买入汇率来换算他收到的款项的价值哦。这一连串下来，大家有没有发现，出口商使用的都是买入汇率？因为出口商想要把他的外汇收入。 兑换成新台币的时候，它扮演的是外汇交易的卖方，因此银行是买外汇的人。这笔交易呢，就适、是、用买入汇率。你记得多少呢？我们今天学习了两种外汇汇率的分类，第一种是按照计算方式来分的，有基本汇率跟交叉汇率。 基本汇率就是市场当中最重要的外汇交易所产生的成交价，作为其他外汇汇率的计算基础，所以称为基本汇率。在台湾，我们用的就是美元汇率，而交叉汇率是利用这个基本汇率。 跟国外的相关汇率进行相乘或者是相除的计算，就可以得到其他外汇的汇率数字，我们称为交叉汇率。第二种汇率分类的方式是按照使用时机来分，可以分为报价汇率、契约汇率、报关汇率、结汇汇率，还有会计期末汇率。一般跟出口商。 资产面、外汇收入面有关的项目，都会选择买入汇率来计算；反之，跟进口商负债面、外汇支出面有关的项目，就会选择卖出汇率来计算了。大家在选的时候要特别的小心。这些重点，大家全部都了解了吗？ 我们今天的课程就进行到这边，下次再见。